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个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依靠凡被魔鬼压制的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，由我们做见证。